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律，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按照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台湾民政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台湾民政的立场是无必使用暴力还是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第四，台湾民政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无必合作，也无必配合。来，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安安，大家好。看起来乌头毛的较侪，就是讲较少年啦。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不过，算讲今年上尾一期的高级班就是今日。过过几天啊，就是2014年1月7日，我会当甲各位报告，2014年是咱台湾民政的年，大家要有信心。1月7日，我会向大家报告，美国这边要交代讲，伫迎新会的时阵要向大家报告什么款的工作，还是什么代志？我相信，甲旧年的忘年会同款，每一摆过年迄个时阵，所迄个时间点所讲的代志，拢是真爆炸性，阿嘛有迄个预测性，阿嘛很准确的，大家当来期待。今日要开始上课以前，我要先来讲，因为大家拢上过初级班，我来考咱大家人一个问题。因为你即马上要来上高级班，来听我清楚哦。你台湾民政府主张讲，台湾澎湖这块土地是要阁属日本天皇，但是你台湾民政府讲，恁这边执政，我们要执政。那日本天皇的土地，日本天皇就有权利派总督来台湾这块土地顶管。你台湾民政府要执政，嘛爱有哪尊是，唔是主席，啊无就是总理。安尼是不是有矛盾？来，再讲一摆吼，听清楚啊！这法律哦，台湾民政府照国际法的主张，就是讲台湾这块土地甲平湖，要果是属日本天皇的土地，安尼日本天皇伊就有权利来任命总督。但是台湾民政府佫讲，2014年恁就要执政，安尼恁唔是？要有一个主席，还是总理，安尼是不是矛盾？来，你感觉矛盾的举手，你感觉不矛盾的举手，无矛盾的举手，啊，唔知影人举手。你若知影，你就讲知影；，若唔知影，你就举手嘛。但不是安尼，再讲一摆，你感觉你拢唔知影举手。好，你感觉讲很矛盾的举手。你感觉讲不矛盾的举手？不矛盾，我来跟你问一下，啊，想要来不矛盾？来，想要来卖不？为什么不矛盾？啊，你看这好，我跟你讲，一点都没有矛盾。日本天皇要任命总督，对不对？你想看卖啊？现主席的日本政府，对，现主席的日本政府，安倍晋三是什么话？首相。是不是首相嘛？一些首相是安那出来？是日本天皇叫伊讲，你来做首相啊？唔是呢，伊用众议员、众议会内底来选举上届官票的迄人来做首相，是咪选了伊马上做首相？唔是呢，伊选了，
伊都爱阁写一个报告，交予啥物人？宫内厅，宫内厅就包予日本天皇，这是表面的工作啦。啊，日本天皇则讲好，我甲你召见。日本天皇甲伊召见，迄当阵则正式甲伊任命讲，伊做日本政府的首相。啊，这个定数你拢知影，台湾的经营也是一样。日本天皇因为这块土地在万国公法的规定内底，因为1945年四月初一，日本天皇已经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所以咱是已经变作皇民，变作臣民。所以这个时阵，台湾民政府那执政的时阵，所算出来、所定出来，以美国军事政府所规定的人来做这个主席，还是这个总理的时阵啊，日本天皇都任命这个人做主席还是总理，跟日本的情形一模一样。安尼有矛盾无？没有矛盾。伊个法理上就是安尼来变的，所以伫这个时阵，恁即马摕迄本册，这本册伫这边咱去日本的时候，互遐日本人，分互日本人看。来，你现14页，这本啊，你无念日语你看无，但这篇是汉语啊，你一定爱读的。这是精华的精华，重点的重点。第二段，14页的第二段，第二段，那拢有吧哈？14页的第二段，日本天皇不得对日本施行主权权利，正如日本政府不得对台湾施行主权权利。日本政府不得对台湾施行主权权利，这是规定的什么所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对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对这啦，对讲这啦，就是什么叫主权权利？主权权利就是管辖权、管辖权。所以目前日本天皇对日本是有义务、无权利。啊！日本政府对日本天皇嘛是有义务无权利。日本政府对美国托管中间的琉球是无义务，啊嘛无权利。同样，日本政府对中国殖民政权占领中的日本台湾也是没有义务、没有权利，也就是说没有从属关系。所以讲呢，台湾民政府的旗帜啊。无出现在有关日本政府的场合的正当性。然而，基于台湾跟日本在万国公法的架构内啊，对日本天皇是有共同效忠的关系。台湾民政府旗帜和日本日章旗啊，共同出现在日本天皇场合的正当性。来，请你看我家。12月23日都多过呢，日本天皇生日。咱去日本天皇的迄个皇宫殿馆去甲举旗啊，万载！你有看到迄个影片有无？有无？来，迄个影片哦，这张，这个都是咱今年去的。你啊看，满满是拢是台湾民政的旗啊。咱已经第3年、第4摆去日本啊。这边去日本，诶，上个重要的关系伫倒，日本天皇。加风油，拢已经知影台湾民政府是安怎讲？咱这边特别吼，这个镜头吼，这个镜头可能因遐有困难的时阵，日本天皇，你甲注意甲看，伊伫迄个镜头内底啊，有3摆机会看到咱。当时日本天皇伫演讲的时阵，听我讲哦，恁可能拢无伫注意哦。日本天皇伫演讲的时阵又讲，这是算讲真遮济年以来伊头一摆讲。伊提起叫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提了讲日本人，遮尔啊侪日本人的少年啊，伫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阵过身去，但是还阁真侪日本人
的后代，到今日也阁无法度得到真真正正的和平、自由、平等。这里讲啥？讲咱，伊咧讲予咱听的啦。伊一个讲这个话以后，咱是伊记的对不对？过五天，安倍晋三出其不意，宣布伊要去祭拜靖国神社。十点半通知媒体，十一点半告伊。伊无管你中国安怎反对，无管你朝鲜安怎反对，伊讲去，伊要拜。这代志，咱伫半年前伫共款这个所在，有几啊摆我伫上课有讲，我甲各位讲，今年的年底就是十二月底，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一定去靖国神社祭拜。但是迄个时阵呢，你甲看所有媒体，大家拢反对，讲无可能。但是我伫这个所在有讲，一定会去。为什么一定会去？日本的安倍晋三去祭拜这个靖国神社有什么款的意义？你咧看真济新闻内底，你头壳内爱足清楚的。这个全世界，一只国家内底，干呐亚洲干呐两个国家个反对呢？第一个是啥？韩国，第二个是啥？中国。美国虽然有发布讲反对，但你唔知也要看新闻无？美国的反对里面啊，你爱甲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写啥？伊讲美国，伊媒体甲你讲啊，因为美国注意到安倍晋三发表的言论，伊讲安倍晋三讲他要追求和平，要避免战争。我问你咧，美国人安尼讲，伊是反对还是赞成？伊是反对，互你中国看，实际上是赞成啊。啥物赞成？美国伊个国防部部长顶个月才拄拄啊去即个千岛渊啊去祭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过身去个遐兵啊，这是表示啥？美国甲日本天皇和解啊，日本天皇讲遐话，所以我伫即个所在嘛，各国伊讲过，明年来滴，安倍晋三若继续做总理，不管啥物人做。一定会替日本天皇讲一句话：台湾朋友还阁是属日本天皇的。你无呢？你听到这句话，你会很震惊，够有可能？每一摆咱直接你讲的法律，大概都有可能，大概拢会变成事实。所以咱台湾民进户，咱爱做什么工作？咱要准备啊！咱准备什么？我们准备要执政啊！但咱的执政，坦白讲啊，咱的人数太少。四千名还未扣定呢。美国就讲几下摆啊，这边嘛真济好的消息呢。咱是157个人去日本，按着基地伫日本的机场、护照拢收收去，去迄个航空公司去办登机证，对不对？恁大拢有迄个经验嘛？啊，即马护照扣收去，啊，咱真济团员就讲，还若我身躯顶要过几啊千块日币啊，要讲换倒转来，毋知会使无？啊，就去机场内底航空公司，唔是航空的迄个机场内底银行兑换迄个钞票的所在。伊讲阿姨甲讲，啊，我都护照吼摕去办迄个登机证，啊，我敢有身份证，摕一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回去。日本的银行甲讲啥？这个不可以。因为啊，我阁有一个物件，我摕互你。这份是啥？咱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有晶片一张呐，你有无？伊甲咱的董事讲，这个可以，无护照，但是咱的身份证已经被承认了。欢喜噶，较紧的走到那甲咱来讲，咱的议长一个讲啊，这张去换，啊你我嘛要来换看卖，伊就去甲换，赶快可以。咱的身份证伫美国已经通啊，即马伫日本嘛通啊，所以咱这个身份证，咱是完全照国际法来办的。你有身份证的举手，差不多拢有啊啦，各位，有身份证，迄不是假的，不是我妈假的，对不起，玩具呢，
那是正正刚刚代表你台湾人的身份呢。所以咱对日本，诶，这个做银行，诶，这个进步的经验，甲拍手好唔好？啊，你有欢喜无？各位，各国的什么物件？旅行证件，旅行证件，唔是无要本，因为咱的人数确实还未够。咱摕到这个旅行证件的迄一天，你若摕到旅行证件，你袂当经过海关处理，啊，你摕旅行证件要创啥？啊，咪加了钱诶。所以咱人数有够的时阵，咱就甲 AIT 同款。AIT 伫迄个日本发生祖玛咪海啸的时阵啊，伊伫台湾的这个桃园的松山，桃园的机场啊，取代了中华民国的海关底下的等因啊。咱民政府赶快，咱冇海关的迄个组织，咱一定遐执政的时阵，咱来甲美国讲，不管伊即马归迄个啊做。海关有归位，咱台湾民政府一定会得到固定的归位。爱要创啥？因为咱台湾民政府渐渐渐渐会来得到美国所交还予咱的台湾的政权的管辖权。但我讲一摆，台湾民政府唔是要向中华民国提政权。你无要向中华民国提政权，所以咱台湾民政府甲中华民国之间会不会发生冲突？不会，除非你家己要人挑衅。我是足惊咱遮少年人拢人挑衅，咱后摆咱定出去外口去分单，啊分单你就分就好啊，你就一定爱去警察的面前甲讲，哎、你们快要离开了呢，安尼是要创啥？啊，人迄嘛台湾人，对不对？啊、你想卖光因啦吼，换做你啦，有人伫你面头前甲你呛声，你会足硬个无？你会足气个无？一定个嘛，敢毋是？你无麻烦，我要开始找麻烦。啊，不过好佳哉吼，大概遐代志拢化解。啊，像即摆咱的迄个咱的车牌同款，美国就甲咱讲，恁车牌恁都红牌甲白牌两个挂到阵，就即摆即个时间内底。在美国的这个做保险公司还没入来以前，还没给你保险的以前，你就比较艰苦的两个牌挂做伙。中华民国的警察，我给你保证100%，不是99%，我没说10000，100%就好了，100%绝对不会找你的麻烦，这样好吗？好、但是假搞很多呢，真的假搞很多呢，都一定要去人挑衅，都结骨啦，白白就甲摕掉，甲囥喺驾驶座啦。啊，人甲你问吼，有啊，我放在驾驶座，你去不通啊？所以，咱的东西嘛，敲电话，我讲你是挂两支啊，挂一支，用挂一支，啊挂啥？挂红的。我讲你甲警察讲，我秘书长讲哦，你会当甲开单，因为我违规。啊，5分钟以后敲我，我讲即摆呐，伊无甲开单呢。我想来无，我甲讲啊，啊秘书长讲叫你甲我开，啊警察足爽的啊！你看，你们秘书长也是这样讲，啊你就放好就好啊，啊这摆卖开啦，离开。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咱的民政府的办公室，即、這个宜兰州的办公室，更离对，伫因宜兰分局的正对面呢。你若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靠！迄诈骗居然伫警察的面头前伫做诈骗，所以我阁讲一摆，台湾民主绝对袂甲你无款，嘛无要甲你扣钱，因为咱是完全按照万国公法，按照战争法所成立的民事政府，所以咱来遮受这个份，的目的要做啥？除了读法律以后，阁一点足重要诶。尤其你若读高级班，就是要做啥？要做官员。所有这4000个，咱拢一定爱甲你派你来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那你要做官员，你也拢唔免讲客气话啦。啊，我不爱做，
啊，你买就你卖讲浪费迄个位置啦，和别人来受分。你来一定爱做官，爱做官员，你一定派你，你就一定爱去就任。啊，你讲四千个要派多？现主席，咱台湾所有公务人员有几个？你敢知影？20万，所以四千个啊，坦白讲，还阁无够呢。当然，这四千名，咱若派出的时阵，一定是做主管级。而且呢，咱若执政以后啊，所有其他遐公务人员啊，要分批啊培训。你若无读法律，你这个，和你成立政府，和你成立一个 state。这个 state 我不是说那是国家，因为我们的土地要是属于日本天皇的，所以国会叫一段话你要读清楚，就是国会那段话 你看清楚，十四页的第三段，十四页的第三段，决定台湾返还日本天皇的人是谁？美国总统，不是美国，美国总统。而决定台湾最终地位的人是谁？日本天皇，这足要紧的呢，这袂当乌白讲呢，不能随随便便就讲呢。法理的东西啊，一定要有所根据，袂当讲家己欢喜安尼就家己讲。我就足惊咱真济人啊，那你若小看我遮者，咱台湾民政府吼真好啦，训练了吼，有个人吼读册拢读一半的，所以咱台湾民政府高级班毕业的。现在呢，在我们台湾啊，也有很多分支啦，哦，什么变成什么美国台湾政府啦，什么变成什么日本旭日会啦，什么变成大日本帝国什么臣民会啦，要求头脑要求好呢，啊，就读到国际班以后吼，少少的，咱就要成立一个会啦，就要类似于台湾民政府，我跟你讲啊，无遐简单啦，真正无遐简单啦，你想看卖啊？你普通时唔捌去接受这个啊，做战争法、国际法的物件，啊，你若想到遐，就要做到遐。但台湾哦，很奇怪呢。你若要想到遐做到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的。都要真深入去了解战争法、国际法，然后你当来解说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时阵啊，你当阵你要安那避坑避梦，拢自己记在里。所以。这段话啊，非常的要紧，就是要决定台湾这块土地要还给日本天皇的是谁？美国总统奥巴马。咱个过以后，伊嘛甲咱讲过，问题是时机还没有成熟。时机没有成熟前啦，我们的人真的是不够多了。你想看麦？你四千个美国人管2300万的已经真确认啊呢，对不对？这个时阵要有中国，啊，搁有这个做中华民国，啊，搁有民进党，啊，搁有台独的。你看咱外口的迄个做敌人看偌济就好啦。啊，所以呢，咱一定爱吼按部就班。咱中央若甲你讲啥，一步一步来去前进。咱中央你若读册转去以后，咱拢有伫迄个做各州的州的办公室有些个聚会。你要去参加，你要去跟人讨论。安尼的时阵，你有一天甲你派任，你做什么款的官员？迄个时阵啊，你才有法度和美国做伙来谈判，啊，和日本人来接触。咱这边去日本非常的成功。21号，咱去靖国神社。啊，22号，咱举办这个演讲。演讲的时阵，小明目善行啊。一个日本非常在 Facebook 内底，诶，点阅率是第6名、第7名，诶，这个叫做日本的国学，诶，一个专家，伊所讲的含咱所即马所讲的差无真远，表示啥？伊看到咱的这个论述，伊错一条，伊讲哇，恁台湾有法度研究个这样啊深，有法度研究个这样啊彻底，不简单。其实我这是感觉讲，遐日本，迄个日本人啊，很不简单呢。当也许哈，英雄所见啊，略同啊，惺惺相惜啦。啊，所以我感觉讲，日本人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伊真正伊的思想啊，有受到美国的压制。啊，所以呢，啊，咱的思想呢，也是受到
中华民国压制，所以咱有这个机会，会当来知影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会当来知影台湾现主席安边哪行。各位，咱在座各位吼，讲起来拢运气真好呢，因为你比别人搁较早来知影讲台湾的国际地位，啊，而且边哪行你搁知，所以来继续看卖啊。日本政府敢若会当配合办理，而没有立场。因为要决定的是美国总统还是日本天皇啊，所以日本政府呢，伊无立场或者讲什么话，所以呢，日本政府对有关台湾领土地位的官方的见解是没有独自认定的立场。你看哈，这个是伫这俩做几年前的时阵啊，四年前的时阵啊，这个西岛啊、斋藤啊啊，做日本住伫台湾的代表啊，伫迄、那个。五月一号的时候，伊宣布讲台湾地位未定，啊，煞咧中华民国咧抗议，啊，中华民国抗议以后啊，日本的外交部啊发布啥，对这句话，伊讲吼，日本哈、哦、对台湾的地位啊没有独自认定的立场，实际其实啊，这是完全照国际法的道理。日本天皇对台湾虽然无权利，但是仍然有被悬置的主权义务。是以日本天皇和台湾之间确确实实存在法理关系，台湾民政府应该是诉请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基于共同效忠的关系啊，协助接洽宫内厅。就将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政府依和平条和平宪法行使主权权利的日本领土范围，按照杜勒斯就是迄个写迄个啊就。就这样和平条约，迄个人，1951年9月7日，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啊会议的迄当中演讲的讲法，伊是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架构内，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及盟军啊所决定之一些小岛。由此可见，就这样和平条约第三条架构内，美国托管中的琉球列岛，并非适用于日本。国宪法之大日本帝国领土，来您看我遮大日本帝国伊个领土有啥物所在？来，恁那迄图片出来。大日本帝国个领土就是北方四岛，咱即摆即个北方四岛，搁来本州，即、這個、红色个部分呐、啊，红色的部分就是迄当阵个大日本帝国个即、這个啊做。土地，这个，咱你妈咧看这个图吼，看了未算精准。日本的国防部部长啊，要送咱一张图，迄张图呢，就是规个地图翻过来看，横着看，就是徛伫这个所在看这边，徛伫左边看右边，看起来是当然是这个日本帝国拄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围起来，你也看哈，伊安那包围，为顶管，加啊加这个南海这个所在，你拿迄个地图甲看，你就足清楚讲，甲包围起来。朝鲜，伊本来我老皇帝，但是伫1905年的时阵啊，伊的总理代表伊的皇帝，含日本的天皇签一个。并合条款，放弃管理，和日本天皇来管，但是伊仍然保有殖迄个主权。所以，当旧金山和平条第三条的时阵啊，第二条的 A 啊，第二条的 A 的时阵啊，伊就变作讲日本政府放弃韩国的管辖权，放弃管辖权以后，当然韩国伊就变作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台湾无同款，台湾是主权、管辖权拢总伫日本天皇的手头，所以啊、哦，其实咱台湾民政府这两年啊所讲的全部没有错，我们可以甲你告一讲，是100%全盘正确。咱唔是用感情的，你若用感情来讲我都不爱让中华民国统治啦，我不爱让国民党统治啦，所以要独立，其实。迄拢是感情用语啦，所以台湾第一，你先台湾爱承认失败，先你看，战争输去啊，战争输
不是表示说拢总去，进经书表示说我们有机会重新再来，咱现在就是要重新再来的时候。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咱的这个高级班，尤其是咱高级班在上课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咱要让各位知道，让各位知道就是说到底咱台湾现主席跟日本天皇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这个所在嘛讲啊真清楚哦，这个天皇的主权啊讲啊真清楚啊，就是讲日本政府未当管台湾，伊已经放弃啊第二条旧金山和平条，已经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就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啊，所以台湾来去放弃管辖权，变成台湾人爱安那主地，爱家己管家己，家己管家己以后。咱台湾落差的地段是一样的。我来照这个声音出来。这个家己管咱家己啊，就是讲咱台湾家己本身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之下，在美国军事政府的协助之下，咱台湾人一定要先知影讲咱到底要行什么路。美国这么慢，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马蒂甲恁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也看到今日为止，有甲你台湾民政府攻击无？有无？无咧？你袂感觉很奇怪吗？你袂感觉很奇怪吗？中华民国啦，凊彩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甲吐槽呢。吼、哦，袂当安怎？袂当安怎？但是台湾民政府安尼遮大个班，150个，一年拢150个，220个人去靖国神社甲拜。咱都无代志呢，是不是？很，所以你要足清楚的知影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咱台湾民政府，伊要啥？伊要保持善意。伊有一天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他总要保留一点嘛，伊不爱跟你为敌嘛。但是伊要跟中华民国呐为敌，因为中华民国是啥？是中国的呀。啊，那台湾民政府是正正刚刚本土台湾人所组织的民事政府啊，伊无甲咱讲，伊要甲谁讲？但问题是，咱台湾人这么真侪人，要阁将中华民国跟台湾挂钩挂在一起。尤其我感觉上届惨的是啥？就是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你保护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伊无爱。中华民国啊，是咱台湾人家己保护中华民国呢。你保护中华民国，就变成哪？要选举。所以明年年底会选还袂选，我唔知呀。但是我一旦甲各位讲，2016年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绝对停止选举。明年的。伊个七合一个选举，哪要甲停？干那一个办法尔。咱台湾民政府的人数爱有够侪，申请身份证的人爱有够侪。坦白讲，很困难嘞。你袂感觉很困难吗？你要叫人来上课，就用高价嘞。啊，你来上课啦！啊，我来甲你出钱，我甲你讲，你天门面通甲出钱，我先甲你讲哦。美国讲啊，真清楚哦。你不能讲，要叫人来，讲我给你出钱，你来上课，前面千万袂使嘞，千万不可以哦。身份证的申请，爱符合三个条件，爱有迄个意愿，啊个主愿，啊个合法，这国际法规定的。所以有的人你讲，啊你即摆申请身份证，我给你出啊，1000块尔，我给你出，你袂使嘞，因为咱有讲过，咱即种以后。身份证一个人，咱要发5000块，五倍还还伊，用消费券的形式还我迄个申请的人。因为啊，无咱来执行以后，所有人申请的，即个也做身份证拢免钱嘛，去户政事务所就当办了嘛。但是咱逐个人申请的，即个人叫做啥？革命先行者。我无要叫你做革命先烈呢。革命先烈什么意思？死去啊！革命先有死去，对不对？我是要叫咱整个人做革命先行者呢，对不对？
先行者什么意思？大行行的人啊。欸，咱讲一摆好不好？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欸，讲较精彩啦。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不能做革命先烈，我阁讲。我嘛无叫你去示威，迄无效啦。你乎你两双脚行甲转去，中华民国含插嘛，歹插的。你每一摆啦，你抗议的时候，马英九就去躲噶，安尼够有效。民进党的选举见摆就讲，我们台湾人不够团结，不够合作，咱敢真正无合作吗？二二八你唔知会记哩无？手牵手。欸，阮妈妈八九十岁嘛，安尼呢？哦，较紧嘞，叫阮只兄弟来甲带去外口迄个百货公司哦。啊，拄仔你手牵手，那么牵什么意思？我那想拢无呢。你手牵手了有效无？有效无？无效吗？干毋是？完全无效呢？我相信在座各位甲我拢共款。过去伫党外时阵，管钱，你捌管过无？捌个牙手。安尼尔，我嘛捌嘞，我管管当中吼，学生囡仔我嘛钱甲人落家呢，落家含坐车的钱都无安尼，甘愿安尼，啊用钱无唔对，所以这我怎想想的吼，古早的思想，咱唔知影嘛。古早咱第一诶上界大的思想，第一就是讲咱是中国人，伊甲你讲一个光复节嘛，台湾光复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建业建树，建树的牙手，啊，建业的牙手，还搁你建业，你读初级班搁你建业，什么高级班的呢？建树啦，你轰轰炸你袂记哩？美国的米29给你轰炸有啊？有无？啊，你给你轰炸，那是你的敌人呢。啊，你的敌人，啊，你输啊！咱来承认，我们打输了。建树，但咱建树以后，咱嘛是有咱的台湾人的人权呢。所以我甲美国讲，欸，你敢骗了差不多呢。68年来，台湾人伫遮去受苦受难呢，互你中华民国，互你中国国民党，真正是叫咱出钱的出钱，做兵的做兵，咱嘛唔免做兵呢。我甲你讲过啊，中华民国，你袂当叫我台湾人做兵。咱的素质内底就有一点啊，所以咱甲奥巴马讲啊真清楚哦，你若好打，中华民国搁放予伊来征兵。我讲第二天，只要第二天，我马上就控告你奥巴马。所以马英九伊敢唔知？伊知影呢？即摆是拢无兵啊，有无？你甲看这个演变的，我讲你听，我直接讲你听哦。募兵嘛袂使，募兵也不可以。你台湾人无去做中华民国兵的道理啦，做兵是效忠问题，我们没有道理去效忠中华民国啦。啊，所以最近哦，有两三个咱的同心啊，少年啊，伊妈妈打电话给我啦，阮后生听你安尼讲吼，讲安尼伊歹做兵啊，接兵单接着讲甲掠掉啦，当然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以前这些中华民国是什么？是台湾管，那个台湾 authority 嘛，台湾管理当局嘛，伊用台湾管理当局，甲你叫你做兵，当然这唔对，这是唔对哦。所以我甲奥巴马讲，伊若阁恢复征兵，给人家第二天我马上就告他。所以国防部本来有滴臭屁啊，讲啊，即马兵员无够啦。啊，个募兵啦，啊个啊征兵啦，我直接上课，因为我伫上课，美国拢伫看，我一定甲见过几下摆啊，所以甲今日伊唔敢征兵，唔敢募兵。我甲你讲现象，互你听。啊那啊那一日继续落去，台湾拢无兵啊，咩啦？咩啦？正确，拢无兵啊！以后美国讲，安尼我来，伊就击败啊嘛。所以我一定上课，一定要讲给美国听。好大胆！你奥巴马搁放给马英九，伫台湾募兵还是征兵？
第二天我就告他。欸，你们你都不欢迎呢吼。哦，你是足爱做兵的呢，爱做兵的野手，我让你去做啦。你爱做兵是足奇怪。好，国家国家国家，即嘛55,000啦。你有看到无？55,000，你有看到无？啊，台湾人爱钱四好，我跟你讲，看到钱就要去哦，你要去哦？好，你100万，你难唔通去？干不是？那100万是啥？恁台湾人的钱呢？因为即嘛搁试看卖嘛，我已经讲几下摆过啊，真正国民党也好，中华民国也好，到今日不敢恢复征兵，不敢恢复募兵。伊即嘛募兵，伊安尼讲，伊是咧讲吼，我募兵，我不一定是叫你台湾人做兵啊。所以，就是讲，照国际法来讲，你占领台湾，你绝对袂当叫台湾人去做你的中华民国的兵。啊，所以你看，中华民国伊家己知影无？伊知影。伊伫美国讲，对美国来讲的时阵，伊讲台湾；对台湾人来讲，伊讲中华民国。因为咱台湾人唔知影嘛，尤其是民进党遮尔啊退，我是感觉足切，嘛爱小可配合一下，敢毋是？你也看吼，咱台湾有真侪现象，真正真正正正是靠咱台湾民政府啊，甲顾掉咧。迄毋是讲咱去自我膨胀，我们确确实实是照国际法去行，咱确确实实是照咱台湾百姓的代志去设想。各位，到今日啦，若爱做兵的吼，互伊去做中国人好啦。台湾人无要做兵，是因为你甲我占领，所以你听我讲，足清楚的。明年是一个决定性的年份，明年2014年，中华民国有一个真大的变化，平潭已经设备也差不多啊，遐设备拢是咱台湾人的钱去送的。因为中华民国要撤退，伊撤退去对，当然啦，咱嘛未真确定啦。伊爱撤退去对，金门妈祖，啊，若无爱金门妈祖的，中国讲伊嘛创一个所在，要底下中华民国国民党遐人伫平潭。我有听讲，伊即马平潭哦，听讲也有一个政策诶，讲你若中国人，就中华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人。去遐去大的人，去深圳去遐大，伊一人要送伊一栋厝呢。要去无？要去的举手。恁即马拢无的，我知影啦。去后壁，我吼拢用走的啦。你免烦恼，你家己本身意志要有确定。明年的4月到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伫咱台湾要发行中华卡身份证，赶快有晶片。李长春，台湾民众的证，诶，这个身份证含中华卡的身份证，你家己去见，看你要见多一种的。你若见中华卡的，会使哩。咱台湾民众执政以后，你见中华卡的，请你去中国，我就将你当作中国人来打扮。你若见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你就是正正刚刚的本土。台湾人，那咱台湾人家己来执政哦，你免烦恼啦，唔是像即马迄款情形啦。台湾人执政上无有真济措施，例如台湾人唔免搁再做兵啊啦，台湾人免缴税啊啦，啊台湾人咱有讲过18岁以上诶，拢有配当一间厝互你。我有最近有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咱台湾民众爱学习的，就是俄罗斯啊、俄国啊、苏联啊，中国习近平去访问，伊伫中国的报纸下，3个想不到，但实际上看起来，我讲5个想不到，第一个。伊所有的人
拢有十八平方米的房子，不过十八平方米哦是太小了啦。哦，啊，伊是十八平方米，那比这较济，老百姓爱交一撮钱。啊，意思讲很便宜的价格好哩。第二点，所有俄国人拢总用水免钱，啊，用水免钱，所以无电表。无水表啦，讲唔对，无自来水，啊，有自来水用免钱，所以没有水表。第三点，所谓老百姓受教育，诶，营养午餐，教育免钱，啊，佫互你饭食，因为你两个问讲，啊，希望那有营养午餐，咱这叫营养午餐呐，以供应三餐互你食。啊！因个人会甲你问讲，啊，你若学校不供应餐饮的时阵，啊，去要叫囡仔去对食。我讲这句话，你毋知听有意思无？受教育是应该，互囡仔食饭诶。国家都要做到这点才对呢。第四点，所有的人，伊若阵伫公司伫上班，公司要甲你辞职，工厂要甲你辞职。爱写报告给政府，想要写报告给政府，意思讲不可以，和你对人失业。所以你若有无迄、那个不会失业，啊有厝好住，啊有薪水好摕，迄只呢才是正港是真真正正，诶，这个人民诶应该得的啦。那台湾人过去六十八年来受中国人的统治。已经拢未记得家己的权利什么物件，都已经忘掉了。迄、那个五个不可能来，咱的迄个网络内底有一篇文章叫做《五个想不到》。你要看迄个五个想不到是什么物件？咱即马在座吼，恁受过普通班以后，等于你要有上网去看的牙手，啊，无上网的牙手，啊，你未感觉巴肚疼吗？你那拢甲我讲要上网，你拢无上网呢？我阁甲你讲一摆，你即马转去，即期上刷，你一定要上网，每天要上一次网去看，安尼好唔好？好。你才细声呢，好会举手。哎，那即摆若无影，真正巴肚疼，我先甲你讲哦。奇怪，我都袂当就抓迄个较深的，互你真正安怎？要啊？五个想不到，俄罗斯第一，人民住房不要钱；第二，用水无水表，用水无水表意思啥？免钱啦。第三呢，看病免钱。第四，教育倒贴，倒贴啥？给你吃饭啊。第五。没有失，这个想没有想到失业要批准。咱台湾民政府这五点一定要做到，安尼好唔好？好，拍手。这点我赞成，对不对？因为阿免你开钱啊嘛，对不对？啊，你就认真做工会就好嘛。咱台湾已经足害啊，你知不知？已经一塌糊涂啊呢。一平厝四百万，啊！你甲注意看卖，遐买遐厝的拢什么款的人？什么好野人？中国人较侪啊！你讲无注意到吗？差不多，若要甲算80%拢中国人，足奇怪呢吼！这块土地是咱台湾人住伫这个所在。咱的祖先、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拢伫这个所在。因遐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是流亡，是逃难来这个台湾的。什么物件嘛无，双手空空来台湾，今日变做伊拢伫遐住豪宅。咱台湾人甚至爱捡二纸，你敢袂安尼感觉吗？公园看到滴惊奇的拢啥？中国人，捡二纸的拢是台湾人，
自殺的攏台灣人，甚至台灣人足可憐，但台灣人的合作性啊真低，大家呐自私自利，我好就好，各位，唔是你好就好啦，你若无大家拢好哦，你绝对袂好啦，你拢住豪宅。你拢住伫豪宅，啊，外口拢大家拢散啊，大外口是破破散散，你我都住会久吗？我不爱相信。我相信明年2014年是咱台湾要改变的一年。你甲看真侪现象，已经拢渐渐拢表现出来。咱买阿帕奇30只。一只才要开2亿，594亿买30只，买来给你算5天尔，算5天以后呐，美国甲伊讲吼，你袂当用啊呢，啊钱拿不了啊呢，玩具啦，一只阿帕奇直升机买到20亿，算5天讲你袂当用啊呢，啊所以国光看到咱遐。中华民国迄飞官讲哦，嚯，这战斗力偌强，偌强，佮偌强，五天尔。即马第二批，这个拜六要佫交啊呢，但是呢，依然禁止使用。我怀疑啦，怀疑啥？美国根本就超过伊家己安排，佮咱 PE3 同款，载飞机来的时阵，伫屏东交95只。到的时阵，赛飞机的驾驶员是美国人，内底操作员美国人，啊，即摆讲交中华民国，但是上飞机去接飞机的驾驶员机关的，咱台湾人当时变作金塔门的，遐操作的嘛是美国人，伊倒手交正手啦，你看较足清楚的，美国对于高科技的这些武器。绝对袂交予中华民国，因为我上课讲几下摆过啊。迄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你甲咱讲的时候讲啊真清楚，我们绝对不能交精密度高的武器给中华民国，因为今日交予中华民国，明仔载所有资料就中国就摕去啊。所以你想讲，咱来做兵，咱去要抵御，迄个叫做中国嘛。我跟你讲，免。我讲咱免去做兵，唔是表示讲我们没有防卫能力。我们的防卫能力，什么人爱负责？哎呀，恁即马拢知影嘛？咱何下面就是爱来啊，对不对？你有欢迎美国人来替咱看卫兵无？有诶，拍手。哎，你看呢？咱这上课引导你看呢？咱有反对咱台湾人去做兵无？拍手啊！咱赞成美国人来替咱做徛卫兵，对不对？对。1月1号，我保证有绝对有足好的消息要甲各位讲。我的课呢，咱即马即个高级班吼，的课排甲真硬。啊，我的课是伫今日，啊，过来就是到明仔后日，后日的点半。是外科。啊，明仔载呢，咱的军校考试第二摆。咱即马台湾，你也看下一个台湾民政委迄个州郡的管辖区域图。咱是算假呢。州郡已经讲划好50个郡，郡校啊，郡校爱考试。头一摆132个考，过27个。明仔载呢，下午2点。第二摆郡守考试，咱郡守考试啊，是80题的是非题，120题的选择题，安、啊、有简单无？足简单对不对？你拢摕袂高分呢？我无甲你骗啊！所以大家拢讲吼，啊，反对是啥？新台湾论，新台湾论足简单的无？你唔敢讲啊？你看。无简单啦、啊，对不对？无简单啦、啊，啊！你来猜我，
爱他。哦，足切有几个人甲我讲吼，我要买新台湾论，为什么？我那失眠都没看，失眠没看什么意思？对，看了就爱困。一关第一啊，第二啊，拢还未过第三呀。啊，所以呢，咱有同心去甲我讲吼，看新台湾论吼，卖为第一页开始看，为第360页开始看。看到540页以后，佮回到顶来为第一页看，即甲你教。恁买新台湾论，拜托唔通买好看的哈。啊，咱即马佫有两本新册出来，叫做《台湾战争史回顾》《台湾建军史》的回顾。即马第一册佮第二册出来啊，都遮多本，拢总有几本，5本。我甲讲，5本你读完，等于你收一个朴书，搁较朴书呀呢。你读完的时阵啊，我相信啊，你差不多让变作渐渐发的专家。但是我会当个各位讲吼，迄5本我拢是我家己本人亲身拍字、亲身所写，为2004年到即马，即8-9年。完成这个5本，有英文的，有日文的，有汉文的，真正不简单呢，含美国人都学了呢。但是，我虽然写好，我希望大家爱看。咱台湾若要战争哦，你听我跟你讲，咱安那战拢输人啦。咱这块土地尔，啊，台湾人足惊死的，嘴唔惊死啦，嘴拢足笑的啦。我哪唔惊死？我跟你讲，卖来一套。台湾人绝对没有办法打仗啦。台湾惊死，爱钱爱做官，但我今晚要改变各位，我拜托各位，你爱来做官，好唔好？爱做好的官，唔通贪污啊！我先跟你讲哦，贪污绝对给你清杀。我是讲实在哦，未跟你开玩笑哦。阿拜台湾民政府内底。没有监狱，我怀疑啊！啊，别作奸犯科不要紧，别去往里关，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咱无要起厝来关犯人，咱要用鞭刑。你要知影鞭刑安怎鞭无？来，多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无？唔是讲穿衫穿足济呢，甲你烫掉呢。那屁股跟他真白白很漂亮，对不对？啊，拍了你看变什么形来？我跟你讲，那这拍落去吼，一届袂当超过5个，5个以后，你等于高家己。我跟你保证，你不要多咧困，爱趴咧困。1个月以后好以后，过来，过5个，安尼看你要犯罪无？所以唔免戒律啦，你去戒律，我都要请人跟你告。啊！煮饭阁予你食，阁烧滚水予你洗身躯，食较歹。拢总用这就解决了。啊！我无甲你提性命，啊！阁一个刑法是啥？死刑、鞭刑或者死刑。我相信咱台湾的治安特殊会非常的好，对不对？对。你卖犯罪就好，你有头路，你有厝，啊！你有头路的时阵，阁得到适当的休息，一礼拜工作5天就好。这款是治理要怎找？无啊啦，干是？所以各位，咱大家要共同打拼，和咱台湾民众较早接到政权，安尼好唔？多谢各位，谢谢。各位校员，请起立。来，请坐。下课休困10分钟，咱无迄个敬礼迄套来，迄中国文化。